冰冻河游，哔哩哔哩，暴走马河，矮水法，激情支持。太缺德了！兔子前脚让我们打团战，扭头就卖队友，这事儿老子不能忍，不能忍！亲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好多亲都被害了，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只能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可是毛熊那边会支持吗？亲，你不发表意见吗？这个事嘛，兔子确实做得不地道，但是要顾全大局嘛，毛熊还需要和种花家的合作，所以要忍耐，要静观其变。既然你不想管，那老子就自己动手解决。君座，最近局势不是很太平，各地都响应校长动手收拾兔子了，您看咱们是不是也……也什么？时机还不成熟。城里兔中有兔，兔中有兔，兔兔混杂，要是现在动手，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啊。我的两个师过几天不就到了，等他们开进城里，让他彻底太平。君座英明。我怎么有一种被人围观的感觉呢？这样，你给校长拍一封电报，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上庐山疗养几天。这里的军政大事交给老总全权处理，他哪像身体不适了？报告，进来。长官，军座身体不适，前往庐山疗养，这里的军政大事交给老总全权负责。知道了。哎，你告诉各部长官，今晚我在家宴请他们，请他们务必出席。早就听说老总为人豪爽，我替长官们谢谢老总了。客气什么，团队建设嘛。喂，是我。今晚照计划行动。大家不要慌张，校长耳朵不好，我们想跟他沟通，得放枪。老总，你现在有兵又有权，这是何苦呢？不如还是跟我们一起。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掌权，而是为了让种花家的人民过好日子。你们不走这条路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都给我抓起来。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，我们一定要将它走到底。
可恶！你们居然敢反抗校长！同学一场，大家各安天命吧。迟早，你们会后悔的。青儿，听说了吗？我们在很多地方奋起反抗了呢。听说了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亲们共同的梦想。为了广大的亲们能更好的生活下去，我们一定会一直战斗下去的。